这是小铃铛跟给你做的衣服，刚送来的。西服？嗯，赶紧过来试一下吧。啊。小铃铛学做洋服可快了，连英国裁缝都夸它是个好材料，一点就通。是吗？对啊，星星百货后面呀，有一个铺面在转租，我想让小铃铛盘下来，开店用。哦，那地段贵得很，开店有把握吗？岁数不是，那你赶紧试一下啊。哦。瞧瞧。效果怎么样？好看。啊。我不是夸你，我是说小铃铛的衣服做得好看。哦，我知道。等着吧，以后呀，你再找小铃铛做衣服，估计啊得排队了。行，那你就帮我转告他，我其实不需要这么多衣服。他做的衣服物美价廉，而且你的衣服都是他做的，你就是他的活广告。哦，对了，我找到新的住处了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想把我的衣服还有杂物最近搬走，可以吗？好啊。好，行。我去书房收拾。我去卧室帮你收拾衣服。收拾。那我走了。
路上注意安全。音符穿堂而过，千万种孤独暖暖入库，平静的海面迷雾持续平铺，巨大而深深的虚无，动人的孤独平行错落，两颗心各自独舞，偃旗息鼓，热闹的舞台，我们俩穿这么简单，命运随即画出偶尔会交叉的弧。这么多错过在等我，全世界最狼狈的那一刻，伤心的歌我不想听，讨厌的事我不会做，别再借命运的手折磨我，所有的过错都在我，全世界最卑微的那一刻，反驳的话我不想说，莫名的错我都认了，别再用爱情的口吻戳弄我。往后我不再是吴知府的女儿，我只是程一志的妻子。伤心的歌我不想听，讨好的事我不会做，别再借命运的手。一个月前剧情要定了，本来说要等半个月，结果过了半个月之后他还没有到，差点就提前告诉你了，我都快等不及了。全世界最卑微的那一刻，反驳的话我不想说，莫名的错我都认了，别再用爱情的口吻戳弄我。